好的。广Sir，听讲你今日走得咗反喎。系啊，我哋呢度咧有三个疑犯嘅，咁啊其中咧我两个俾我哋捉到，咁有一个咧就中咗枪嘅添。咦，听讲嗰个系女警嚟嘅喎。系啊，冇错啊，我哋呢位师姐咧，凭住个冷静同埋机智，成功咁制服一个持械嘅悍匪。你系咪香港第一个因为执行任务而开枪嘅师姐咧？冇错，绝对系第一个开枪嘅女警。饮杯热嘢，个心定啲噶。你手冇嘢嘛？阿 Sir， 哇咩料啊咁大镬嘅？开枪个伙计喺边啊？喺电车度，系女警嚟嘅。系，咁咪要辨识啊？搞到咁大镬啊！你知道你细佬喺边咧，就最好话俾我哋听，佢一定走唔甩。我警告你啊，我一定抄到佢噶，佢未必有你咁好彩啊！呢挺人死多我哋唔恨噶，你扮聋定扮哑，你系咪秉起事讲啊？爷，你且富裕得戚。鉴证科嘅报告已经出咗，喺死者身上揾到嗰粒弹头，同郑忠信支枪嘅系完全吻合。蛇仔明都认咗啦，佢亲眼睇住郑忠信杀人噶。最惨就系嗰个醉酒佬，同佢拗两句啫嘛，俾佢辣低埋。所以郑忠信系一个极度危险人物，我哋要尽快拉到佢。我哋已经成为刮过啦，都未有料到。呢层我唔担心，佢两兄弟感情咁好。佢遲早出現。左輪槍戰案控鄭忠義，聽日會喺地方法院提堂。諗到啊！中中咁。咦，个伤者呢？
你唔死得噶！我唔得噶！大佬，大佬啊！你住啊！大佬，花洒，系尹医生 ，yes 啊！细佬，好冻啊！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我是吴子密，我是张景纯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啦，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仲有英国的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条专门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